好啦，咁我哋就一路开始做住先啦。咁咧今日咧，我哋就会教呢个嘅多项式啦，即系 polynomial 啦。咁咧入边咧就会关于咧有啲嘅项数啦，即系 terms 啦，同埋咧入边咧就会讲次数啦，OK，同埋系数 coefficient 嘅。咁呢一 part 咧，其实 form one 嘅时候咧，应该已经有教过噶啦。咁所以咧前面嗰部分咧就系重温比较多啲嘅。咁后面咧会有啲难啲嘅部分啦。咁去到后面嘅时候咧，咁我就会即係可能即係講多啲嗰個做法俾大家聽啦。OK，好啦，咁第一題啦，首先就係項數啦，即係佢有幾多樣唔同嘅嘢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我哋見到咧，第一 part 咧就係得兩樣嘢嘅，一個係 x 嘅 square 啦，另一個係一，咁所以咧佢嘅項數咧就係二啦。隔離咧，x 三次一嚿，x 二次一嚿，x 係一嚿，數字 constant 係一嚿啦，咁所以佢就係四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就係 C 啦，C 嗰一嚿咧都係見到啦，一二三四五啦，所以就係有五嚿嘅。OK，好啦，跟住下面啦，下面就係講佢嘅係數，即係嗰個 coefficient 啦。一嚿咧就叫 x 三次的係數，咁所以我哋梗係揀得個 x 三次先啦。x 三次前面個數字咧就係佢嘅係數啦，所以咧 A 嗰題咧佢嘅係數咧就係正三，x 三次啊。嘅 coefficient 呢個就係負一，呢一個咧就係負九。好啦，跟住啦，constant 常數項啦，常數項即係得個數字嗰個啊，x、y、z 乜都冇嗰個。OK，咁我哋見到咧，左手邊呢一題 2a 咧，佢個常數 constant 咧就係正16。右手邊 boy 嗰題咧就係負三。咁 C 嗰題咧，你見到係冇一個數字咧，係自己甩咗出嚟，係冇黐住啲 x 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嘅常數項咧就會係零。OK，零就唔係一，係零啊吓 OK，好啦，跟住咧就問佢啦，下面啦有幾多嘅次數，即係話咧成條數入邊咧次方最大嘅嗰個數係幾多啦？得唔得？咁首先咧就三 A 啦，三 A 咧數字就係零次嘅。得唔得？x 咧係冇喺入面嘅，咁所以佢就係零次啦。咁即係話咧，佢最大嗰個嘅次方咧就係一，得唔得？最大嘅 power 咧就係一啦。咁所以咧，三 A 咧個答案咧就一次嘅啫。boy 啦，boy 我哋見到咧有好多唔同嘅次方嘅，有二次啦、七次啦、四次啦咁樣嘅。咁所以最大嗰個次方咧就係七次啦。OK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咧，就去到呢個嘅三 C 係啦。咁咧呢題咧，你見到啦，有 x 有 y 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x 咧其實就係有一次啦，y 咧又有一次嘅。咁所以佢個答案出嚟咧就係二次嚟嘅。OK，就係咁啦，得唔得？好，下面啦，第四題咧就我哋 skip 咗佢先啦，因為太多嘢要答啦。咁咧，我哋上堂嘅時候先講啦呢個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咧，就係呢個升 x 同埋降 x 呢個啦，得唔得？咁呢個係咩咧？就係佢嗰個嘅次方由大至小同埋小至大啦，升咧就係小至大，OK，降咧就大至小啦。咁睇下有冇英文班嘅同學先，都有嘅嗱。咁咧，升咧，我哋就係 ascending A 字頭嘅，降咧就係 descending 啦，OK，D 字頭嗰個咧就係 descending 啦，好啦，咁 ascending 咧，即系话由最细嘅次方开始咧写上去啦，咁所以就系负七，跟住咧就系正三 x 负五 x 嘅 square 加二 x 嘅四次，咁就做完啦。记住咧要包埋前面个正负嘅符号啊吓，OK，咁即系话 boy 嗰题咧就系正二 x 嘅四次减五 x 嘅二次加三 x 减七就系为之降啦，得唔得？OK，好啦，第六题又系升啦，升咪即系数字开始写先啦，咪三加三 x 二次减八 x 嘅三次减六 x 嘅四次啦。右手邊咧，降咧就係負六 x 嘅四次減八 x 嘅三次加三 x 嘅 square 加三咁啦，OK 得唔得？
OK， 好啦，下面啦，下面咧其实咧其实好少会见咧有呢一种咁嘅题目嘅，因为咧通常我哋都系写横式就唔会写直式嘅，系啦，咁但系如果有直式咁点算咧，其实都一样咁计嘅啫。首先咧我哋咧望咗黄色呢一嚿先，系啦，咁其实咧你见到咧佢就系咩嚟嘅咧？佢就系7+5，即系7减5啦，系咪？7减5就系2啦。二，咁我二系正定负啊？系正喎，系咪？咁所以就正二啦。哇，系哇，系。你哋个窗咧有冇黐胶纸？我想问，我觉得我个窗就嚟爆玻璃喎。好，唔知啲人去晒边。OK，我哋继续。跟住咧就4y 加2y 啦，即系6y。OK，6y。冇。好，非常好，系我都冇啊，但系我个窗好大个啊，所以有啲惊。好啦，唔紧要嘅，好后边啦，-7减2就系-9啦，所以后面就系-9b。4减3系一，一呢个一系唔使写嘅，所以其实系 a减9y 啦，得唔得？就系、是、咁，超简单，完成。好啦，咁去到下面咧就係、是、一啲拆括好嘅題目啦。咁其實加咧係冇嘢做嘅，加咧全部照抄，將兩個括號塗咗去，跟住成個括即係括號入面嘅數字咧，全部搬入去就得噶啦。即係加8y-7咁樣啦。OK，咁咧對於唔係太好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做多一步啦，就將呢啲一樣樣嘅搬出嚟先。OK，即係呢個同埋呢個。嗱，記住要包埋個正負啊，OK，跟住正五同埋呢個-7，好啦，一次過包晒之後咧，咁我哋寫翻落去啦，就係3y+8y 就一嚿嘢嚟嘅，咁你可以計埋添啦，係咪11y 啦？我另一嚿咧就係呢個嘅正5减7，即係-2，做完，OK，得唔得？OK，好啦，跟住負 A 嗱，前面嗰嚿咧其實冇嘢做嘅，前面嗰嚿咧係照抄嘅。記住啦，你拆親括號前面嗰堆嘢咧，完全唔使諗嘅，就負 A 嘅 square 啦，加4a减7，後面咧正負全部調轉，全部正負調轉。呢一個咧其實佢有個隱形嘅加喺度噶嘛，係咪？即係變減啦。跟住後面呢度咧，負就會變正嘅。呢、这個正會變負，做完好啦，又係一樣啦。如果你數學唔係話超勁嘅話咧，咁咧你就可以做到一步啦，就係、是、grouping terms 我哋叫，即係咧將一樣樣嘅嘢擺埋一齊。咁首先就有嘅朋友咧就係、是、a square 先，a square 搬咗就過嚟先，然後下一嚿咧就係、是、啲 a 啦，加4a+6a，好啦，最後咧就係减7减14，咁负 a square 减5a square 咧，即系-1减5，即系-6，负6a2次，4+6系正10a，减7减14即系减21，做完就系咁啦，得唔得？OK，系啦，就系咁啦。咁咧，應該都唔係太難嘅。咁啊，俾1分鐘你哋寫埋佢啦，OK？有冇人未寫完咧？係啦，都係上親 Zoom 都係咁靜局噶啦，個畫面 OK？係啦，咁啊，未寫完就寫啦，OK？寫完咧就做下後面先啦，得唔得？後面咧睇下有咩嘅先。嗱，後面都有啲加減嘅題目嚟嘅，係啦，第9、第10題咧兩題嘅啫，呢度，OK，咁啊試下用5分鐘嘅時間咧，自己做一做啦，OK，5分鐘，跟住到我哋對答案啦，得唔得？
好啦，继续。头先讲嘅家咧系唔需要转政府嘅，系咪？咁所以咧左手面嗰个部分咧，前面照抄，后面都系照抄，纯粹冇咗括号啫。咁所以咧就系负二 x 嘅二次加 x 加七加二 x 嘅二次减七 x 减二。好啦 ，grouping terms 咧，今次咧你会发现咧，咦，原来咧负二 x 同埋正二 x 咧，成嚿系冇咗嘅，可以系咪？咁就快啲啦。咁跟住之后咧 ，x 减七 x 咧要做喎呢度，再嚟咧就系加七减二啦。好，所以最后答案咧七 x 一减七系负六啊吓 ，OK， 所以系负六 x。跟住咧加七减二咧就系正五，做完。好，隔篱七减五 n 二次减后面咧，全部正负调转，所以减 n 加一加五 n 嘅 square， 然后咧呢个负五 n 同埋正五 n 约咗，负 n 系自己一个嘅啫，咁所以照抄落去负 n 正七加一正八，做完就系咁啦，得唔得？好，下面抄完未 ？OK 啦，系咪？好，下面咧就加啦，系咪？和啊嘛，即系加啦。好啦，我哋试下用一个快少少少少嘅方法 ，OK？ 咁啊，睇下有冇可能做到啦。x 二次三 x 二次加埋，即系四 x 二次啦。跟住之后咧就系负六 xy。減四 xy 即係負六減四，即係負十 xy。跟住之後咧，就係正六正 y 二次減二 y 二次，即係一減二，即係負 y 二次，得唔得？咁就超快可以做到啦呢題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啦，得就下面啦。下面咧就有啲嘅乘除嘅題目嚟嘅，乘除咁乘除點做咧？嗱，首先咧都係嗰個噶啦，都係教你畫畫嗰個格仔噶啦，每次都係，係咪？咁咧畫呢個格仔出嚟之後咧，我哋首先咧做一個即係智力測試先啦，都係 OK。咁啊睇下大家明唔明呢個格仔究竟係咩玩法啦？嗱，好簡單，我哋咧係乘數嘛，係咪？乘數好啦，咁我哋試下咧就喺呢度填二三。跟住咧呢度咧就係五同埋一咁樣啦 ，OK， 好啦，咁呢一個格仔係咩玩法咧？就係將左邊打橫打直乘埋佢咁樣嘅啫 ，OK， 咁所以咧呢一格咧呢個窿窿咧其實就係二乘五，即係十，呢個咧就係五乘三，即係十五，明唔明點樣乘啊呢嚿嘢？係啦。呢度咧一乘二就系二啦，一乘三就系三，就咁啦。OK， 就系呢个格仔嘅玩法啦。好啦，咁左手边呢度咧画个格仔出嚟先，因为咧其实系好多人咧到依家咧都系唔知呢个格仔究竟咩意思嘅。好啦，今次咧左手边咧你见到系五啊，系咪？咁就抄个五落去啦。跟住呢度咧 x 减一。x 减一，好啦，咁有啲咩答案啊？五乘 x 喎，而家系咪？第一个就系五乘二 x 啦，五 x， 跟住五乘负一系负五，所以个答案咧就会系五 x 减五啦。做完得唔得？好啦，右手边呢一个啦，又再嚟咯，又系减翻低嗰个嘅嗰啲嗰个框啦。好啦 ，x 加四 ，x 加四乘 x 喎，乘 x， 好啦，咁个答案系咩咧 ？x 乘 x，x 二次啦，四乘 x 就系正四 x， 照抄出嚟 ，x 二次加四 x 咧就系答案啦。OK， 咁就唔使咧，我见你哋成日都咁样画噶，系嘛？以前都会咁样用嘅，但系发觉用呢个框框咧，大家系易明好多嘅，咁所以之后我哋就用框框去写啦。OK。好啦，咁如果你係好快手可以跟到嘅話咧，咁你就自己試下啦。OK， 唔畫框框嘅情況之下咧，呢兩個乘埋咧，二乘五係十，
x 二次乘 x 系 x 嘅三次，跟住五 x square 啦乘负一，即系将个数变负啦，系咪？所以个数变负，跟住个数字乘一，咁咪照抄啦，做完得唔得？好啦，最后一题啦，负二乘五咧就负十，即系负十 x 嘅二次，跟住剩翻呢一嚿咧，小难喎，系咪？因为负二 x 二次乘负 x。负负咧会变正嘅，咁所以个数会变正嘅，加二咪照抄咯，系咪？跟住 x 二次乘 x 就系 x 嘅三次啦，做完就系咁啦。哎，揿翻出嚟先，系啦，就系咁啦。OK， 得唔得？大概都明乘数系点做啦，系咪？好啦，咁我就做多一题啦，呢度。畫翻呢個出嚟先，如果大家覺得太過複雜嘅話嚇，七 x 二次負五，同埋右手邊呢個就係四 x 嘅二次，好啦，乘埋咗之後咧，四乘七二十八 ，x 二次乘 x 二次係 x 嘅四次，負五乘四負二十 ，x 二次照抄。所以个答案咧就系二十八 x 嘅四次减二十 x 嘅二次啦，做完就系咁啦，明唔明？梗系唔明啦，咁简单 ，OK， 好，所以下面大家就可以自己做啦。下面咧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四题啦，好唔好？系啦，四题。咁但系咧睇下先，系啦，一间咧就有机会咧。是五至十分钟咧，佢就会弹一弹出去嘅。咁如果弹咗出去之后咧，就你哋自己弹翻入嚟啦。OK， 唔该，系啦，揿一揿先，就咁啦。OK， 系啦，而家首先五分钟左右做呢个部分先。
我哋 check 埋啲答案啦。第十三题，其实咧呢个咧，如果乘个 x 入去嘅话咧，我哋只需要将个 x 嘅次方咧加一，即系话咧前面 x 三次乘一变 x 嘅四次啦，六 x 变六 x 嘅二次，本身 constant 上数嗰一个咧就加翻 x 落去就 OK 啦，得唔得？好，下面又系、哦、又系加 x 喎、哦，咁即系话咧全部 x 咧嗰个次方咧都会加咗一次先嘅。然后就睇数目字啦，四乘三十二啦，二乘三六，负七乘三负廿一。OK，咁啊加翻晒啲数字落去啦，四乘三系十二，加六加六 x 啦，减廿一 x，做完得唔得？好，搞掂咧，就睇埋下一题啦。嗱，有機會咧，一分鐘左右咧，跟住佢就會彈出嚟嘅，跟住大家自己彈翻入嚟啦嚇，唔該，因為呢個 app 係有少少呢啲咁嘅問題啊，OK，咁咧就第十五題，我等佢彈完之後，我哋先對答案啦，OK，係啦。OK，好，跟住就繼續落啦。咁就呢一題喺第二十題啦，因為頭先有一段有一個位冇錄影啊，係啊，咁咧第二十題呢個係 answer 啦，咁我哋就講到咧，兩條嘅恆等式嘅，得唔得？a 加 b 括弧二次同埋 a 減 b 括弧二次啦。OK，好，下一題。嗱呢一題咧又係一樣啦。其實咧，如果你真係驚自己做錯咧，你可以分兩步做嘅。第一步咧係減啊，係咪？首先背咗一條啱佢嘅恆等式先，a 減 b 二次咧就係、是、就係、是、a 二次減 2ab 加 b 二次，咁寫低佢先，a 二次減 2ab 加 b 二次，好啦，a 係咩咧？a 係 3x，係咪？好啦，即係話咧 3x 就係呢一個嘅。就係擺喺呢個位嘅嘢嚟嘅，個二咧嗱唔使理佢正負啊，因為我哋已經負咗啦嘛，係咪唔使理佢啊？所以個二咧就擺落個 B 度，OK 更加清楚啦。咁就即係冇可能錯啊！呢一科係應該係會啱晒滿分嘅。最後好啦，咁 A 二次喎，擺翻啲括號先，減二 A B 加 B 二次，好啦，綠色嗰個位係三 X 嚟嘅。A 位嘛，系咪？好啦，蓝色嘅位咧就系二啦，二好，所以最后咧嘅答案就系咩咧？嗱，记住啦，如果你写三 x 二次咧，就帮你唔到噶啦。讲咗好多次啦，数字都系有二次方嘅，所以系三嘅二次即系九啦，x 嘅 square，跟住咧就系二乘三乘四，即系十二，所以减十二 x 加四。咁就做完啦，得唔得？OK，睇多次。如果你真系惊自己会做错嘅，写条恒等式出嚟，然后先代翻数字入去，咁咧啱嘅机会咧就99.99%噶啦。OK，再做错就都系帮你唔到嗰种啦。好，下面啦，程度二咧就大家试下做啦。第一题咧就系、是、即系第廿二题咧就系、是、简超级劲简单嘅拆括号嚟嘅。咁廿三咧就係、是、啲 terms 純粹多啲嘅啫，得唔得？咁廿二、廿三咧就五分鐘，又係自己試下啦。OK。
好，对埋呢个答案先。咁咧，22题，拆括号嘅题目。好啦，2mn 加 m 加 5mn 减 7m，同类嘅计下先啦。同类嘅都有 mn 嗰啲系 friend 嚟嘅，OK，所以计下先啦。2加5就系7个 mn。一个 m 减七个 m，一个 m 减七个 m 啦，呢度系咪？一减七就系负六，做完。嗱，建议咧，如果你真系发觉咧，对于数字好唔敏感，我一减七完全一定系计唔到啊，一系计负八，一系计咗正六啊嗰啲嘅话咧，其实可以揿记，OK，千祈唔好勉强，得唔得？呢一啲系冇可能错嘅题目嚟嘅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右手边啦。右手边我哋要转一转正负先，OK，咁啊7x 前面系冇嘢搞噶吓，讲咗好多次啦。好啦，后面转正负，咁啊本身呢度系正嚟噶嘛，系咪？个括号入边冇嘢噶嘛，咁即系佢会变咗做负 x4xy 啦。跟住咧就负即系正啦，正 x 嘅二次。好啦，同类嘅拣一拣先，正 2x 加 x 喎，一加二加一喎，OK。三 x 二次，其实呢课咧，我觉得有啲似系小一咯，其实系咪啊？两个橙加一个橙，只不过个橙咧变 x 二次啫嘛，系咪？其实只要将呢个 x 二次变咗做一个橙，呢一题咧就系小一嘅题目嚟噶啦。嗱，大家尝试下，OK，咁啊将呢一题咧，嗱二 x 二次，哇，好难喎，咁样系咪？好啦，拆咗个 x 二次先。咁你将呢度变咗一个橙，x 二次拆咗去，变咗一个橙。好啦，一条小一嘅题目咧，就咁就完成咗啦。好啦，两个橙加一个橙就系三个橙。系咪啊？好啦，跟住7xy 减 4xy，哇，好难喎、啊，咁样，好啦，拆咗 xy 佢先，睇难在边先，OK，咁咧就苹果啦，苹果，7个苹果减4个苹果，咁即系几多个？即系3个苹果啦，系咪？咁所以咧呢、这个就系加3个苹果，然后你将啲 x 二次同埋 xy 出现翻先，OK。呢个其实就系三 x square 啦，加三 xy 就系咁咯。所以呢一题咧系小一嘅题目嚟嘅啫，其实大家唔需要谂得太复杂，得唔得？系啦，咁样同你讲咗之后，你有冇成日睇数？我觉得好简单咧。OK，系啊，真系小一嘅题目嚟嘅，就系呢啲。好啦，下面啦，咁涉及乘除嘅，仲未乘除啊，都仲系加减紧。好啦。又再嚟咯，好啦，苹果呢、这个就系苹果啦，跟住咧就黄色啦，黄色就系梨啦，OK 梨，跟住咧蓝色就系是但啦，蓝莓又好乜都好啦吓，OK，好啦，红色、哦、红色系三减二，三减二即系一，一系唔使写噶嘛，一系唔使写嘅。好啦，黄色嗰堆啦，四加二系六，负二减四系几多？唔识就揿机啦，大家 OK。如果咧你唔想揿咧，你就将2蚊掉落地下，再将4蚊掉落地下，咁望下地下有几多钱咧？冇错啦，你总共掉咗6蚊嘅，咁所以就系负六 H 二次 K 啦，得唔得？咁就做完啦。超简单，好啦，煲开个题啦，煲开个题。嗱，逢亲系减咧，都会难少少嘅，少少啫。OK，咁我哋照抄翻条题目出嚟啦，成嚿抄晒出嚟。咁咧就5x 嘅四次减 2x 二次加 x 减七减二，哎呀，上下面一行先，唔好够位，一样嘅啫。OK，减 2x 嘅三次减 x 嘅二次加五，好啦。揾下啲朋友先，
5x 四次咧冇朋友嘅，你见到得佢一个系有 x 四次嘅啫，咁所以咧5x 嘅四次咧就抄出嚟，跟住咧三次都系冇朋友嘅，三次，咁所以就负 2x 嘅三次，跟住咧有朋友咯，终于负 2x 二次，同埋呢个负 x 二次哦，系咪负二减一即系负三？负三 x 二次，好啦，绿色啦，加 x。冇朋友嘅喎，得佢一个啫喎，加 x 咁咪加 x 咯。负五加七，sorry， 负七加五，负七加五，即系跌7蚊，执翻5蚊，咁即系地下仲有2蚊，系咪？减二，做完就系咁啦。OK， 所以条式好长喎，咁样，但系你照翻呢个步骤做咧，都系好快会计到答案嘅，得唔得？好，下面啦。下面呢题咧就有加减有乘除嘅呢题，就望落咧好似都几难下嘅，咁啊用两分钟试下可唔可以做到啦？呢题两分钟得唔得？好，对答案前面是没有东西做的，所以我们照抄回前面那个位置先。 OK， 那么 5x 的三次啦，减 7x 的二次，加8减 2x 是完全没有东西做的。后面啦，后面就个3呢全部乘晒进去，即是变咗做 3x 的三次，3乘3是9啦， 9x 的二次，负三乘负 x 咧就系负三 x， 三乘一系三，得唔得？好，继续。x 三次咧系有得计嘅，见唔见到？呢两个系一样噶嘛？咁即系话咧，佢就系八 x 嘅三次。跟住咧 ，x 二次咧都系有得计噶噃，因为咧呢度一样嘅，负 x 二次加九 x 二次。咁對於負七加九覺得好難嘅同學咧，你就調翻轉啦。九減七咧就應該好簡單啦，係咪？九減七係正二。
下一嚿係 X，X 咧就係、是、望下先。X 咧，係啦，X 咧就係負二減三，負二減三咧即係負五，負五，負五 X，剩翻嗰兩嚿睇到啦，八加三十一，做完，就係咁，其實好長。但係都係用同一個方法做嘅啫，OK，冇俾嚇到就得啦。下面嗱，份數呢題就真係唔好挑戰住啦，OK，因為咧大家做完之後就會發覺，哇呢課好難，但我唔想你覺得呢課好難，所以呢題咧我哋唔做住。但其實咧份數好少會出現嘅，講真，通常成大個數嘅 expand 嗰啲係啦，好少會成個份數嘅，即係學校嘅題目又好啦，DSE 都好啦。都唔會點出呢一類型叫做即係叫變分數嘅題目嘅，得唔得？咁所以題有趣，有趣。好啦，咁我咪望下咧，仲有啲係恆等式嘅題目先。下面有嘅，但係咧，我哋都係唔做住嘅，因為咧九月仲有好耐先過啊嘛，係咪？廿六啦，OK，廿六、廿七、廿八三題做完收工，得唔得？三題。5分鐘時間。O、okay, K，好啦，咁啊对埋呢几题嗰个答案啦，咁就完啦。O K，咁啊俾大家去感受下9号风球嘅威力啦。O、okay, K，好啦，我哋继续啦。咁呢啲题咧，梗系画嗰个格仔出嚟啦。咁复杂，唔系唔画系嘛？画翻出嚟先，快啲。好啦，左手边咧，我哋会见到咧就有 x 二次加三 x 减一。其實寫左右都冇所謂嘅，x 二次加三 x 減，哎呀減一，好啦，另一嚿咧就會係 x 同埋正二嘅，咁咪計啦吧。x 二 x 乘 x 二次係 x 嘅三次啦，加呢度三 x 二次減 x 呢個就係二 x 嘅二次加六 x 減二。
咁所以成條寫翻出嚟咧，就係 x 嘅三次啦，加三 x 嘅二次減 x 加二 x 嘅二次加六 x 減二啦。x 三次係冇朋友嘅，得佢一個嘅啫。OK， 跟住咧三 x 二次加，唔係 sorry， 係啦，三 x 二次加二 x 二次咧就係五 x 嘅二次負 x 加六，咪即係六減一啦，係咪？即係正五 x 減二，做完。得唔得 ？OK， 好，下一题，一样同一个步骤，做多次先。好啦，写翻晒啲嘢落去啦。三 x， 诶 ，sorry， 三 a 加二 b，a square 减 b 减一，好啦，计啦吧。呢度三 x 三 a 三次啦，負三 a b 啦，負三 a 得唔得？二 a 二次 b， 負二 b 二次減二 b， 系啦，都幾複雜啊呢、这個。OK， 好啦，跟住咧就寫啦吧，三 a 三次減三 a b 減三 a。加二 a square b 减二 boy square 减二 b， 全部照抄嘅啫，你见我根本系冇需要讲解嘅，因为系冇嘢讲，系咪？嗰六个格仔全部抄晒去，做完，跟住冇嘢做啦，系咪？因为全部都系唔同样嘅，你见到 a 三次 a b a 二次 b b 二次同埋 a 同埋 b 系完全唔同样嘅，系冇得做嘅，睇睇到，所以全部 expand 咗，然后全部抄落去，做完，得唔得？OK， 好 ，last 一题，呢题咧就三嚿乘三嚿嘅，系啦，咁啊用呢题嚟做呢个结尾啦。OK， 画大啲嗰嚿嘢先。好，三嚿乘三嚿，一齐睇下啦。A 二次正二 A 正四，二 A 二次。正三 a 负一，好啦，咁就计啦。呢度咧就二 a 四次加四 a 三次加八 a， 呢度就系正三 a 三次加六 a 二次加十二 a 负咧就全部变负，就系咁啦。OK， 咁呢题好长啊，咁点算咧？睇下冇啲计得嘅。四次咧冇朋友嘅，一嘢查咗佢先。二 A 四次，好啦，三次咧，三次有冇朋友咧？三次有喎、哦，系咪啊？正四加三正七 A 三次。A 二次有冇朋友？有朋友喎、哦，六减一五啊。A 咧 A 都有好多 friend 喎、哦，八加十二系二十，二十减二得翻正十八，负四冇 friend 嘅，照抄做完。就係、是、咁簡單，基本上每題咧都唔超過分半鐘就可以做曬噶啦。OK， 好啦，咁今堂咧我哋就教咗咧呢個基本嘅係啦 ，polynomial 啦，多項式咧嘅 expand 展開嘅方法得唔得？咁當然啦，後面亦都緊隨住咧，亦都會有其他，例如恆等式啦、factorize 啦，同埋呢個嘅。喂 ，sorry， 恆等式 identity 同埋咧呢個嘅因式分解 factorize 咧，後面咧我哋係會再講嘅，係啦。咁咧就同學記得啦，如果你發覺拆括號好難嘅話咧，就望住呢一個表啦，係啦，一嚿一嚿咁樣全部乘曬出嚟，然之後全部抄翻曬去咧，有一計嘅計咗佢，咁就 OK 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咧就今堂就係咁多啦。咁我哋下堂咧應該唔會再打風啩，我哋真人嘅時候再見啦。OK， 上堂見啦，拜拜。